需要看相或者批解八字，私信老师即可。山根指的是鼻梁的顶部，位于两眼之间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中年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长得凹陷明显的话，代表着祖上根基浅薄，很难得到祖上余荫的庇佑和帮助，容易远离家乡去外地谋求生路。这种人大多自卑感比较重，遇事优柔寡断，又喜欢怨天尤人，遇到困难时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比较差，上进心不足，很难有什么大出息。而且山根部位在相学中也称夫妻座，山根过低的人，夫妻关系不够和睦，中年时恐会有婚姻危机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